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YCT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YCT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YCT 三级考试。YCT 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3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爷爷最喜欢吃香蕉。爷爷最喜欢吃香蕉。我在动物园里看到老虎了。我在动物园里看到老虎了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我自己一个人去游泳。我自己一个人去游泳。二，这个题不难，我会做。这个题不难，我会做。三，这是你妹妹吗？真可爱。这是你妹妹吗？真可爱。四，那本书在哪儿呢？那本书在哪儿呢？五，他新买的裤子怎么样？他新买的裤子怎么样？六，我看看他们送的是什么。我看看他们送的是什么。七，请问这是谁的球？请问这是谁的球？八，听什么歌呢？让我也听听。听什么歌呢？让我也听听。九，我的飞机要去北京了。我的飞机要去北京了。十，他每天坐公共汽车去学校。他每天坐公共汽车去学校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起床吧。不，我想再睡10分钟。起床吧。
不，我想再睡十分钟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五题。十一，这是面条吗？怎么是绿色的？因为里面有绿色的菜汁。十一，这是面条吗？怎么是绿色的？因为里面有绿色的菜汁。十二，你的小鸟最爱吃什么？它最爱吃面包。十二，你的小鸟最爱吃什么？它最爱吃面包。十三，你身体不舒服？没关系，我感冒了。十三，你身体不舒服？没关系，我感冒了。十四，你几岁了？四岁了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十四，你几岁了？四岁了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十五，我的头发是不是太长了？不长，很漂亮。十五，我的头发是不是太长了？不长，很漂亮。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。十六，这是什么？左边是太阳，右边是我的家。十六，这是什么？左边是太阳，右边是我的家。十七，谁的汉语说得最好？老师，我。十七，谁的汉语说得最好？老师，我。十八，太累了，还要跑多长时间？可以了，你喝水吗？十八，太累了，还要跑多长时间？可以了，你喝水吗？十九，这个和牛奶一起吃，最好吃。是吗？给我吃一口。十九，这个和牛奶一起吃最好吃。是吗？给我吃一口。
二十。电脑现在能上网了吗？不知道，我看看。二十。电脑现在能上网了吗？不知道，我看看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。喂，您好，您找谁？喂，您好，您找谁？二十二，你看见我的运动鞋了吗？你看见我的运动鞋了吗？二十三，你在画什么呢？你在画什么呢？二十四，你没和他一起跳舞，为什么？你没和他一起跳舞，为什么？二十五，这是谁的房间？这是谁的房间？二十六，你怎么把电视关了？你怎么把电视关了？二十七，这个字这么写，对吗？这个字这么写，对吗？二十八，你哥哥现在读几年级？你哥哥现在读几年级？二十九，爸爸，您还有多少钱？爸爸，您还有多少钱？三十，你觉得蓝色的怎么样？你觉得蓝色的怎么样？
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今天几号了？今天三号，明天就是你的生日。哪天是他的生日？今天几号了？今天三号，明天就是你的生日。哪天是他的生日？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。三十一，这个杯子是谁送给你的？我同学。这上边还有我的名字。杯子是谁送的？三十一，这个杯子是谁送给你的？我同学。这上边还有我的名字。杯子是谁送的？三十二，几点了？我九点要去上课。八点半，还有半个小时。现在几点了？三十二，几点了？我九点要去上课。八点半，还有半个小时。现在几点了？三十三，你看到妈妈的药了吗？我想想，在她的包里面，在那儿。他们在找什么？三十三，你看到妈妈的药了吗？我想想，在她的包里面，在那儿。他们在找什么？三十四，那个高个子男的是谁？他是我的一个中国朋友。那个中国朋友怎么样？三十四，那个高个子男的是谁？他是我的一个中国朋友。那个中国朋友怎么样？三十五，你给王医生打电话了吗？坏了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打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三十五，你给王医生打电话了吗？坏了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打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
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